这个时候就叫暮色。看月亮呢，挺大的月亮，月亮出来了，月亮在哪儿呢？月亮啊，哎呦，涛哥，我们去那个，就那个篝火那个台那儿坐一下，啊，好，拍点特写。好好好，对，乱。你说罗朗是真的很帅，还是属于那种咱们看着外国人都挺帅的那种帅？对，第二种，第二种。好，来转，可以了。等会儿他露出来点哈，待会儿还会再露出来。我还得来这个赞美，对吧？赞美。哎呦，瞧瞧，哎呦，太给面子了，哎呦，天哪！